收看倩文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女钢琴家陈玉香。陈玉香过去拿了几个重要的国际大奖，而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从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她对钢琴的热爱。你从很小就开始一直弹琴，弹弹到现在，这个孤独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孤独。我觉得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热爱你在做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孤独。这是一种热爱。其实我非常非常的 enjoy 自己一个人跟钢琴一整天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同行的没有办法 sustain 这个这么多年。甚至很多我大学的同学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个 loneliness 然后就放弃了演奏的路，他可能就去做别的事情。有一句话叫说artists are a different breed， 所以这个的 loneliness 比较严重一点，比较难克服。因为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家呢，就是说好的艺术家他都有非常非常独特的想法，这个想法绝对不是 ordinary 的。那你的想法不是 ordinary 的时候，你就会 lonely。 所以你觉得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反而是跟世界需要有一点点距离这样。但是我觉得那是好的，就是说你要有办法了解别人对你的眼光是从哪一个角度来，你就不会觉得 lonely。 不然别人也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为什么他们不了解你的时候，尤其是当个艺术家，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从外界来看是一种牺牲。我们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很多生活方式，还有很多事情是不同的做法。你有 childhood， 你有童年吗？童年我可以说比较少一点，也等于没有。对，你有青春那种 love affair 吗？See, you're so beautiful. 因为这个里头 sacrifice 太多东西嘛。我在讲一些 ordinary people 里头，他觉得他所需要的那种 desire and passion. You're so passionate. 我们待会儿就听到你的音乐。你比较爱你的爱情，还是比较爱你的钢琴？都是琴哦，两个不同的琴。That's a tough question. That's a tough question. But that's the question you have to answer to yourself.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因为弹琴这一个东西，虽然音乐可以很热情也很浪漫，但是要把它做到热情浪漫的事，以前你需要很多的 discipline。所以人家说要当个音乐家 ，you need to have discipline like a soldier and soul of a gypsy。哦，你既是需要是一个像吉普赛人一样的波西米亚人，你又要像一个军人士兵一样，这样子完全是训练有素的一个军人。Discipline， 对对，所以两面都非常非常的丰富，都要非常丰富。那我们一辈子呢，艺术家一辈子就是在，尤其是在台上演奏的人，一辈子就是在调整这个 passion and control， 因为你太多 control 在台上死板。因为台上又要有随性的一面，太多 passion 你会失控，因为技巧很难啊。你看我们弹那个技巧，那个要很大的 focus 和控制 control， 所以这两个不断的在调整，要调得刚刚好，你这个演奏就成功。我听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陈玉香，她不是只有把她自己的幸运变成她的幸运，她就发现我们这里的政府什么钱也申请不到。他就去跟 AIT 去找了美国在台协会，然后就直接写信给国务院，对不对？对，你就跟美国的国务院要钱，来给台湾的小朋友，他们居然就给了耶。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算是我一个梦，因为我一直都是到现在一直都这样，我一直都是有一个梦，有一个目标，我就直接去了。当然，我会做很多功课，我会先做很多功课，而且我会做150% 的这种准备，我一定准备得非常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一定都做好，超出需要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台湾向政府申请不到钱的时候，这个是要给台湾的一些音乐班的学生短期的出去留学。那我就向美国的 State Department， 就是国务院申请，他们其实说他们没有这一种 program， 他们有 student exchange。他们有交换学生对的 program， 但是没有专门音乐的。那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设计一个？他说你欢迎你设计，不一定会过。我好说不 at least try， 所以我就花了很久时间写一个 proposal， 我要他们学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音乐都学，不只是古典的，爵士，然后美国的 blues， 等了很久，等到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没有希望，就有一天他真的过了，他们就答应让20位学生过去3个礼拜、哦，然后就真的就照着我写的这个那个 syllabus， 就是好像你自己本身的人生走到今天，我觉得你快乐吗？你觉得？我看很多音乐家很不快乐，你快乐不快乐啊？我觉得我人生。根本没时间想快不快乐，我觉得我人生太精彩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太精彩，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每一个 moment 我都觉得很精彩，因为我每一个活动的怎么说的方式还有风格都不一样了，不是只有演奏会，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每一样事情都有不同的 problem，所以我听到很多音乐家会抱怨说他的酬劳怎么怎么样，可是你告诉我说其实在台湾现在很多音乐家弹得非常好也没有酬劳，只要有机会上台就不错，你已经是少数有酬劳的，而且你对你的酬劳根本就不计较，我听到你的酬劳我大吃一惊，我不能在这里讲这样子，然后以你们演奏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好的琴艺，然后得，然后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知道那个酬劳其实对你们来讲其实比一个刚刚出道的流行音乐小歌手随便去唱首歌的酬劳都还要更少哦， 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需要跟世界保持距离这样的话，但是你愿意就是觉得就是上台表演，所以你现在还是台湾表演机会最多的 pianist 和钢琴家，你今年有几个演奏会可不可以说一下？今年我在这三大厅都有演奏，8月是在8月29在台中歌剧院，8月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那个是国台交的开机音乐会，那个是弹 Rachmaninoff 的这个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然后10月3又在台中歌剧院一次弹 Brahms 钢琴协奏曲1号，然后12月12是在高雄卫武营跟高市交，那个是弹很有名的这个拉三，就是拉赫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很多人弹到疯狂的。为什么他那个曲子弹到疯狂？我还以为他因为对的，你知道有一部电影是专门写这个，一个人学这个曲子学到疯掉的，叫做《Shine》，那个电影，就是因为它很难，太难了，就是因为太难，而且它时间很长，45分钟，有的弹到甚至弹到47分钟，所以因为真的很难，它又长又。需要很大的体力，需要很大的耐力，又快又有很快的，又热情又浪漫又奔放，又需要很多控制，什么都在里面，构造又很大的，格调很大，很难，所以有人在学的过程中就准备一场演奏会就崩溃了，真的崩溃，需要去医院那种崩溃。对，我们认识的很多钢琴家都好像需要去医院之类的。有的是，可是你看起来完全不需要医院，有的是可以治疗别人啊。上台前的前几个钟头去急诊，也有这样的，也有人弹到一半，可能第一首曲子、第二首曲子而已，他就没有那个勇气再继续上去弹，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啊！这个陈玉香有一个东方女子纤细的身材，然后你的脸唯一有几个表情上，她就是头一甩的时候，就泄露出来你那种豪情壮志这样。那现在其实是那些豪情壮志支撑你做一个 pianist 嘛，对不对？在这个当代古典音乐落寞，然后呢，台湾市场也小，政府也不重视这样的啊。可是你的脸上。悲情是零，passion 是100，热情是100，温柔也很多。我们先来听他温柔弹一下李斯特改编舒伯的，原来呢是应该是一个歌剧嘛，哈。Thank you.
我喜欢跟观众讲一个音乐家的生活，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因为音乐家的生活跟一般人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舞台上这种 glamorous 的一面，他不知道后面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准备短短的那么一场，甚至短短的5分钟的曲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要做了多少的准备功课，还有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刷牙洗脸之后就开始练琴吗？不一定，早上我就是需要做比较琐碎的事情，我先做好，然后过来我才练琴。我过来练琴就一整天，有可能用8个钟头来练6个钟头的琴，因为还要休息。所以我练琴开始练琴以后，我就在自己的世界了，我就不希望任何人吵我。因为通常这种 discipline 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因为我们不一定每天要练这么多，这是非常的 flexible， 你可以只练3个钟头，你也可以不用练。有的人根本就不练琴，练了几十年他就不想练了。对，他可能有 concert 以前他才练，甚至有 concert 他还不想练，因为这个东西的你每天做一样事情，到最后会 burn out， 很多是 burn out 的。通常到40岁是一个关口，对，就是你会把自己燃烧殆尽，然后整个人格会改变，这样。你为什么没有？我跟你讲一个 secret， 你会不敢相信。不是要我刚说准备一个 concert 有功课，很多 preparation 要做，你有很多准备，你要做150%的啊。对，其实呢，这个准备的功课里，工作里面，不是我这样说好。你不做什么比你要做什么还要重要，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什么不要做。演奏会前和演奏会后什么不要做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不要做？因为呢，我们在演奏呢最高境界就是跟音乐是 become one， 就是结合成一体。对，我完全就是没有我了，我变成像说贝多芬热情，我就变成贝多芬；舒伯特这么细腻，这么浪漫，我就变成舒伯特，变成那个小溪，或者变成那个模仿。那或是Piazzolla Libertango 这么 wild and sexy 这一种，我就变成 Libertango 这样。所以呢，没有我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变成没有我，然后跟完全就是我就是音乐了。就这个要非常非常的 focus， 一个你要有一个非常的 focus mind， 所以你要有个 focus mind 的时候呢，你的人生需要非常的要有非常的，这听起来很奇怪，要有非常的 strong foundation， 你才有办法放掉。因为我们在台上是需要完全的自由。什么叫 strong foundation？ 就是一个人要有非常强的自我嘛，好，很强大的一个基础在你的内心里面。对，基础，就你的基础非常重要，不是弹琴基础也重要，那个当然是重要。你人生的做人的基础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基础还有你的那个规则 rules， 你做得越好，你越能放掉。你那些通都 master the rules， 然后你到台上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你说你哪些事情是不做？哪些事情不做的？第一，我不吃肉，不吃肉，我吃素。你吃素啊？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说我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的 focus mind 的话，你看刚才他们，您还没来以前，他们在录我的时候呢。你说一个音乐家要一个 performance 要可以给人家放的时候，通常可能要录个3次、4次、5次。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要 take one 就好，不给人家麻烦。你再 take 3、take 4、take 5，你就到什么时候？他可能带我3个曲子，有可能他们要录个3、4个钟头，有时候这样。但是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一定要 take one， 我就要成功。这个很难的，这就是。One take 而已，所以这时候我需要非常非常 focus， 就是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 take 一定要成功。所以呢，我的生活需要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单纯，又 discipline， 又单纯，又是我说 strong foundation， 就是很
你的内心要很简单，很干净，很简单，很 calm， 很平静，很干净。所以这个完全是完全是相反的东西。你看我在舞台上，我真的是弹得很热情的，热情。我也知道我这样子弹，我可以热情奔放，而且又 spontaneous， 是的，很随性。但是呢，在这个 underneath 这些。这个自由，这么大的自由，其实我是有非常 strong foundation， 好像一个 anchor 这样子抓住我的。你说弹奏上，就是技术上来说，我也有一个非常 strong foundation 抓住我。我就很简单的跟你讲一下，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嗯，我几乎是粘在椅子上的。嗯，贴在椅子上的、嗯、这个时候呢，我的上就是下半身，我这个时候我的上半身可以几乎像飞翔这样子，每一场都要成功，只是说是100分还是99还是98这样而已。你不能有一场说我是、啊、今天70分而已，80分，我今天哪里状况不太好，不能有这样的时候，因为这是现场演奏、啊。我们最后来听一下他的 passion。 你知道这个 passion 的所有这个热情，贝多芬的热情，所有的你会听到的热情，来自于他已经把他自己变成没有，变成贝多芬，来自于他身体跟一切心灵的飞翔。而且他写这一首的时候、啊、他耳朵已经开始聋了，对、嗯、所以他更自由。嗯。